我是阿波。我们今天邀请到外国的朋友来跟我们一起共进美食，而且啊，我们今天选的那家叫做松大沙茶卤，在台南也是小有名气。我们来测试一下外国的朋友会不会吃的合胃口，这样。好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外国朋友，请问一下你的名字叫做？大家好，我叫水云。你是从哪里来的？我从越南。哦，好，那今天就跟着我们的水云越南的朋友，我们一起去试试看松大沙茶卤。我们 Let's go。介绍一下这一间，如果汤好喝的话，它的豆皮就会很好吃，都有那浓浓的汤的里面的鲜味，来嘴里就会那个汤味道一直出来。所以如果是一间很好的火锅，你一定要点它的豆皮。然后这里我有一些棒冷的一些食材，不然我真的会烫死。猪肉，我们今天点的是猪肉锅，沙茶卤可以选猪肉跟牛肉。它猪肉是厚切那一种，所以吃起来猪肉的味道很重。然后蘸它的沙茶，我忘记讲它的沙茶，它沙茶是花生酱味，也不是花生酱味，花生香味比较重的那一种。所以你这样吃起来，你会发现它的颗粒感比较重，所以几乎不会说有浮一层油在上面，所以它比较清香，沾起来蛮好吃的。然后吃了它的豆腐啊，然后台南你一定要吃它的这个鱼翅。台南的手工鱼翅是一定要吃，如果这个没有吃到，真是浪费来台南这一次。外皮跟内部那个味道是一致的，外皮口感比较硬一点，然后里面是鱼的味道马上跑出来，很好吃。像鱼饺味道差不多啦，但是它的形式比较不太一样而已。好，这间松大还有自己做的这个花枝酱，花枝的碎块很大块的。所以刚吃起来，它的满足感蛮重的。我吃这个汤，精华，这汤里面就煮的这些料啊，然后蔬菜，最后融出在这里。然后它的汤底是扁鱼跟虾米，正常外面都是放扁鱼而已，但是还加入虾米，会多一个虾的鲜味。嗯，很厚实的汤，很不错。等我们的食物熟，我先简单问你几个问题好了。好，我顺便测试一下我的翻译机到底给不给力啦。我先问一下，你从越南的什么地方来？以你的专业，你觉得他翻译的如何？这个是，意思就不一样了。意思就不一样了。他意思是想要问你说你从越南到哪里？哦，从越南到哪里？所以变成是你是到台湾，对，所以他就整个就是到哪一个地方？哦，没有，应该是意思就不一样。应该是他，我刚才念的不清楚，我再讲一次，你从越南哪个地方来？对，这样就对了。对，这样就对了。哦，所以多一个字就不行了。对，它整个意思会完全不一样。可能中文要讲就是清楚一点，清楚一点，正确一点。就是我个人不太清楚啊。哎，那你这样听得懂？那你是从越南的哪一个地方来的？是义安省。义安省是南越还是北越啊？它是中越。哦，中越，靠近中北越。哦。第二个问题哦，我来测试一下。你为什么会来台湾？对，哦，就是还蛮厉害的哎。好，为什么会来台湾？很准确。因为，我听我老师介绍的时候，我听得还蛮感兴趣的，而且讲一个很好笑，是因为我小时候有看那个台湾的电视剧。哦，流星花园吗？就还是类似哪一种？还有那个命中注定我爱你那一些。所以就是对台湾是有一点点印象就对了。对对对，所以我就对台湾还蛮有兴趣的。下一个问题我问一下哈，为什么会来台南定居？
哦，这比较难哦，我都不知道。就是住在台南的意思吗？嗯，哇，他这翻译机蛮厉害的，对，真的蛮厉害的。哎，对啊，他连这种文言文都讲得出来。只要你讲得正确，他应该都会。对啊，这台还不错。好，我们不过没有要业配啊，台词不给他。好，你讲一下为什么在台南？因为我之前是想要换个地方嘛，对，所以我来台南尝试工作这样子。本来在台中念书，对，哦，后来就想换个地方，然后选台南。来台南之后就是认识我老公，哦，所以就定下来这样，哦，很棒很棒，就被他骗了，哦，被骗了。去过台湾其他的城市跟台南比，哪一个你最喜欢？我来测试一下，这么长，看他有没有办法。整个句子这样对吗？是不太对，但是意思还可以，还可以。所以他在那个短句子里面还 OK，长句子可能就有一点可能需要文法的这个部分。对，那你在台湾嘛，你有台中、台南的经历，还有去过其他地方吗？高雄去玩了，对啊，对啊，去玩而已啦。那你最喜欢是哪一个地方？我觉得台南还是对台南还蛮。因为台南有老公嘛？没有，哦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因为有很多好吃的，哦，小吃真的很多。对，很多人来台南定居，其实像外国人，他们也是觉得台南东西好吃，然后主要是气候也舒服吧。对，对啊，对啊，不会太冷呐，啊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你们太冷应该受不了哈，哦。我们那边也很冷，但是我本身也是很怕冷的人，哦，所以刚刚好。然后觉得台南的天气还蛮舒服的。还不错，还不错。最喜欢的台湾食物前三名，看前三名，他没有办法翻出来。啊，真的有哎，欸。不对，他不对哦，那个不对，还是因为前三名的关系。对，就是因为前三名的关系。哦，所以还是不能用我们的文法完全翻译，对不对？你可能要问说。最喜欢的台湾食物应该就 OK 了。最喜欢三样台湾食物。哦，我试试看，我试试看。最喜欢的三样台湾食物。对，这样就对了。原来翻译机还是要当地人教学，还是才有办法用啊？太厉害了，这是中文、粤文都非常流利耶。对。那你最喜欢的台湾食物三个是什么？第一个就是火锅、啊，台湾火锅很多种口味，鸡汤啊什么，对啊，什么都有，对对对对，很丰盛这样。真的。还有嘞？然后第二个就是铁板烧。哦，对，在越南好像没什么铁板烧这种东西，对对对。铁板烧好像都没有，我来台湾才吃到的。最后一个呢？再想一个。第三个，我觉得台湾的小吃麻辣鱼蛋。哦，其实蛮多人喜欢麻辣鱼蛋的。那个很好吃。去香港的麻辣鱼蛋也蛮好吃的。一样吗？有机会可以去吃，它味道比较不一样，它味道比较重。真的，哦？对，有机会可以去试试看。那我们如果啊，我要去越南玩，你会推荐我吃什么？等一下，你用它，然后你按这一个，按着讲话，然后就可以测试这一个，这一颗这个按着讲话按就可以测试。佛哈诺，河内越南粉。哎呦哎，而且是河内越南河粉哦。因为我觉得河内的河粉很好吃，哦，特别不一样，就对。每个地方每个口味都不太一样哦。像我们本地人才感受出来，可能外国人就是吃，可能就是觉得差不多，但是你们就哎，这个有差。就像我们今天吃沙茶卤，哎，沙茶的那个差别就吃得出来那种感觉。对，太好太好。每个地方煮的，所以去就一定要吃河粉，就对。那你真的吃不习惯的，吃啊，光吃。臭豆腐。臭豆腐不喜欢，很多人都不喜欢。对，闻到那个味道我没办法。闻到就不行了，所以更不想要，更不要说吃，对不对？就可以吃，但是真的很不喜欢。好，这是第一名不喜欢的，还有吗？第二个就是香肠。香肠居然不喜欢哦。嗯。他不喜欢的点是什么？我觉得很油。哦，对。然后就是。它有个味道，我真的无法接受。那个亚硝酸盐吗？对，最后一个嘞。第三个就是台湾那个
有些餐厅它不是有什么蛋包饭，然后有起司那一些。你是不喜欢起司还是不喜欢蛋包饭？就合在一起就不要，蛋包饭你可以接受，起司也可以接受，就不要合在一起就好。太特别了，欸，所以记得以后出去，老公记得蛋包饭不能加起司哈。那你到台湾来，现在还有什么生活上不习惯，就是习俗啊，或者说就是我们的习惯跟你们习惯所不一样，你会觉得很不舒服啊，不习惯的地方？还蛮多的，蛮多的哦。因为列举个一两项这样，最不习惯或者真的很困扰你的，就是长辈有些人就是台湾可能比较迷信哦，就是拜拜啊，或者是比较对，那些他可能长辈比较重那些，比较重视这个，可能就是什么小朋友取名字也要算啊，要算命啊什么的，我就觉得还蛮这一点，我就觉得不太能接受，这样很奇怪啊。啊，还有吗？还有第二点吗？生活上的，如果是生活上的，生活，对对对。生活，因为我住这边蛮久了，所以还好，就适应的，那不错，适应蛮好的。那如果是越南的朋友要来台湾玩，因为你来过这么一些地方嘛，以你去过的这些地方，他们来台湾玩，你会想要推荐他们去哪里？一些台湾的老街。哦，对对对，我们老街整理的还不错，就很有特色啊，我觉得吃的也多，又方便，对不对？对，停车比较不方便啊，交通上可能老街的接驳会比较差一点点。对，真的。因为它还是有一些古迹嘛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拓宽这样，比较可惜啦。不过老街，居然在你们的印象当中是很值得去玩啊，干嘛的？对。如果我们想要去越南玩，那你有没有觉得推荐当地的一些景点？你觉得一定要去的？我觉得下龙湾一定要去。哦，就刚好在中越嘛。真的很美，没有，那是在北越。它在北越了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真的很美。你去一次，你可以在船上过夜，然后看夜景，真的非常漂亮。真的哎，只是说建议不要夏天去的。为什么？非常热。哦，非常热。你会尝试到那种40度，大概40度。对。40度，如果又在，比如说湖面上有那种阳光反射，那就更热了。真的很热。哦。所以建议就是秋冬那个雨季啦，你们是你们有分，你是分夏旱季跟雨季吗？跟台湾一模一样，跟台湾一样，就是春夏秋冬这样。对。那最后我们教一下观众朋友讲粤文好了，你有没有什么就是生活上啊可以教我们的一些用词，比如说谢谢啊，你好吗，那种感觉。你好啦，对，你好就是新照，新照，嘿，新照啦，新照，新照，哎，新照驾照啦，就是新照，然后就是谢谢，就是感恩，感恩，就是感恩，就是感恩的，只是这么好学哦，不太一样哦，感恩。啊，如果我爱你呢？我爱你。如果是女生对男生讲的话，就是 M U N。如果是这比较难哦，如果是用 M U N， 可是男生跟女生讲就是反过来，就是 N U M。我听起来是都一样啊，可是真的分得出来就对了，因为男生跟女生的那个我跟你是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我跟你是不一样。真的感谢你，让我们还学到一点点粤文。阿坚这样吃，觉得台湾的沙茶火锅这一间你还满意吗？很好吃，很好吃，而且它的那个沙茶很特别，就是比较香嘛，就是花生味很浓郁。好，有机会常来吃，谢谢。老婆吃完了？对啊，吃饱了哎。这样吃完了，你会再回来消费吗？会。会再吃消费？那如果来，你一定会再吃什么？一定会点的。一定会点他们的鱼饺，还有鸡肉。那跟我们的口味其实蛮相近的哎。对。所以这样吃起来，就是其实还蛮便宜的，对不对？跟其他间比起来，算是相对便宜。因为我们真的点超多。对对对，我们真的吃很多。好了，如果你也是外国的朋友，想跟我们共进，不管是早餐、中餐、晚餐都可以，我们请你吃，然后你来分享你的心得感想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 YouTube 频道。我们下部影片见。